一下啊，这一题的需求是这样啊，第一个我们哈，如果希望呢，各位可以看到哈，那个 A 栏跟 B 栏是资料的来源，那 D 栏到 G 栏哈，是我们要把资料分割之后放到这边来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哈，这边已经有资料了，是预先预载的给各位看了。那实际上啊，我们会需要的规则是这样子，就是把什么 B 栏里面的什么资料呢？入职时间冒号后面的这个资料，把它放到哪里呢？你有没有发现放在这里？实际上这个资料呢，就是从这边搬到这边来 ，OK。然后呢，这边这个下一个有没有同样的道理？但是它的规则你会发现哦，左边的部分呢是纵向的，有没有？这个工号到这边，那右边的部分的话呢，哈，是横向的，而且哈，它。这个纵向的话是每四个有没有？因为是一二三四，每四个呢就要跳下一个，每四个就要跳下一个。那这一题哦，难度就比较高了。当然，现在很多工作里面就很需要怎么样？你要把那个资料哈做一个改变，改变栏位，因为如果你将来要做一些统计资料的话，势必哈一定要先把它变成一栏一栏的，先分开来，不然如果你没有把它分开来哦，你是没有办法。做后续的资料统计，所以你要统计之前哦，要先怎么样？先把这个地方完成啊。你会发现哦，我们待会哈需要学会几个部分。第一个，如何把纵向的四个变成横向四个 ，OK。第二个的话还有什么呢？因为你搬过来的话呢，是把这个储存格里面所有的资料搬过来，前面会有入职时间冒号，有没有？那势必你要把入职时间冒号删掉，行吗？这边是没有吗？姓名这个也没有嘛，好，所以可能要分两阶段，一阶段是什么？把资料搬过去，第二阶段的话呢，是把前面的不需要的文字给删除，好，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哦，首先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的逻辑吧，哈，那只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呢，哈，当然最快的方法是写程式啦，有没有？一键按下去，啪 ，OK 了，但如果你不会的话，你怎么办？哦，当然不要告诉我说呢。假如我这边先把它删掉好了，这边所以待会练习啊，这是给各位看的哈。好，那你怎么办呢？当然，如果你最笨的方法是什么？点两下 ，Ctrl+C，Ctrl+V， 有没有？点两下 ，Ctrl+C，Ctrl+V。那当然哦，如果你一个公司像这个人数的话，好像还不算太多 ，Ctrl 向下， 32×4的话，那就八个人而已。可是如果未来好像那种比较大型公司，像鸿海啊。他一两万个员工的话，哇，那你这怎么办？一两万个资料给你，好，然后要你把它分开来，一两万个，你做到下班都做不完。但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呢，可能三五分钟就搞定了。好 ，OK， 所以其实它的效率会是相差非常非常的巨大，尤其是你的资料量越多的时候，那这个差异哈、哦，当然也越大了。OK， 就跟你那个，如果距离近的话，你走路还可以啦，好，比如说从这边走到内坜车站嘛。大家走多久？20分钟吧。好像有个后站嘛，后站是比较近嘛。差不多20。要20吗？要。走快一点，10分钟走得到吗？再15分钟吧，10分钟有你。那骑 Ubike 呢？大概8分钟左右，8到10分钟。好像也快不了多少。OK， 可是如果距离近还可以啦。如果你距离近，这样你用走路好了。比如叫你走到哪里，走到桃园车站好了。哦，那你要走多久？哦，桃园车站那太远了吧，对哈、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骑 Ubike 可以，骑 Ubike 骑到桃园车站也可以啦，不过感觉好像蛮危险，因为没有那个自行车专用道，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等公车，可是公车好像很难等吧？我觉得火车比较快，火车6。没有，我是说比如你要坐快车坐自强号，然后你只能去那个桃园车站啦、啊，对不对哈？哦然后如果坐公车，我看好像公车1个小时一班还是多久，有没有？所以其实还，因为我其实哈、哦、平常如果可能当然会想说，哎，我如果搭个火车哦，不用开车，因为我是开车过来，常常遇到塞车问题，所以我想说可以搭火车过来。但我一看好像它是非常的不方便啊、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可能要搭慢车，一站一站停到内坜车站，我可能、哦、会受不了，想说什么。后来想着、啊、不如还是开车好了，但这是蛮两难的，而且啊，搭火车到那边还要走路过来，我走路过来，不然我要搭个小黄哦，小黄也要5分钟吧，好不好？
我想说骑个 U bike， 骑 U bike 其实倒也 OK 哈、哦。下次我想可以试试看，好、哦，一直想说要干脆搭个车过来算。你是去年这样讲？啊？你是去年这样子？我有讲过吗？没有，我随便讲。有，我有曾经想过了，所以我一直曾经在那个 Google 地图上面一直在反复在，找出一个最快的距离。曾经有想过说，那不然我就坐到桃园车站，我说自强号嘛，那自强号坐到桃园车站再过来，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还是要搭小黄吧，不然如果搭公车的话，哦，那可能这是等太久了。OK 哈、哦，而且要回程也是一样。下次也不妨可以试试看，这样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现在蛮喜欢搭火车，为什么？因为一上车就可以休息吧，听个音乐啦，看个书啦，对哈、哦，那很悠哉悠哉就到了，那感觉其实还蛮好的。哦，啊，好，不然以后会变内地，因为我们有缘自关系，内地变一个大站，对，自强号也停的话，哎，那会更好哈、哦。不过，好。好，那这里的话呢，再来看一下，那刚刚的问题两个部分怎么做？所以第一个的话哈，我们当然势必呢不是要你做土法炼钢了哈，就是要你怎么样，要用那个至少啦，你要用函数的方法。那函数用哪一个函数最简单？当然你想说，哎，之前我们教过插入函数里面有一个检视与参照嘛哈，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 VLOOK 函数，因为查询的话通常会用这一个。可是 VLOOK 函数啊，它有很蛮多的限制啊、哦。我想前面你们也应该有印象，就是它一定要是栏位式的，一栏一栏。那它查的话，一定是查那一栏的那几栏里面的第一栏才有办法。可是问题这边只有一栏，所以哈、哦，这个地方如果用 VLOOK 函数是行不通，哎，看应该是行不通的。好、哦，所以如果行不通的话呢，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要看其他的函数，哪一些函数可以办到呢？上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啊、哦。其实啊，另外还有一个蛮常用到的，就是叫 index，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用到 index， 但 index 的话复杂度其实也还蛮高的、哦、可是你大概知道一下它的规则就应该就可以按确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index， 那它有两个引数啦，我们用第一个就好，按确定、哦、那它会问你总共呢有几个问题啊、哦、第一个问题是说，哎，array 的话其实就是范围，哎，你要的资料范围从哪一个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存格啊，所以你给它一个范围，所以这边也会跟你讲说参照位置，也就是说哈、哦、范围给它哪个范围，哦，我的资料是从 B2 哈、哦、一直到最下面，所以按个 Ctrl Shift 向下，有没有？那就是 B2 到 B33， 哎，这个范围的话哈、哦，我的范围从这边哦。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哈、哦，哎 ，row index。Row 的话指的是哪一列？哦、哪一列的话呢 ？Row index 的话指的是我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哦，第几列？这个范围的话呢，我要的是第一列，所以你就这边输入一就可以了。那哪一栏的话，哎，特别重要，因为这边只有一栏，所以以后的话这边全部都输入一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底下的话呢，应该是不会变，所以我就输照这个规则呢，我就输一第一栏的第一列的第一栏。那你会发现它就取得什么入值时间了，按确定，有没有入值时间就出来了。那我再来再解决什么把前面东西去掉的这个方法，那下一个怎么办呢？哎，下一个的话你想说，哎，其实它规则哈、哦、跟前面的蛮像的，只差别就是什么，只要把那个刚刚的公式啊、哦、改一下，改哪里呢？栏位应该是列吧，哦，纵向是列哈、哦、很这哦横就是横向的话，一个一个的横向，一个一个的话一列一列，所以这边的话你只要把一改成二就可以了，有没有？其实就是把这个的数字有没有，第二个 row index 的参数改成二就可以了。那你会发现这边就变成浏阳和，哎，按确定。但问题来了，你不是说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那假设我今天需要什么，以后如果哈、哦、这边如果给自动给一、自动给二、自动给三、自动给四的话，哎，那这样的话呢，我向右向下不就全部就完成了？所以呢，哈、哦，你要怎么样可以刚好变出一个什么？哎，如果当这个地方啊、哦，我要输入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有没有？一直到应该是啊，总共到32啊、哦，有没有？总共一直到32，假设到32。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表格的话，那这个问题就解决。可是我要怎么样可以先做这件事情，再把做出来的那个
这个公式贴到 index 里面的话，那首先你们还需要学会两个函数。第一个函数呢，也是一样在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column。OK， column 的话呢，其实白话意思是栏，哪一栏的意思。OK，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哈，它会告诉你你现在是在哪一栏，哎，第四栏。所以你向右，那可是我今天要一的话怎么办？我把它怎么样，减掉3不就好了？ 因为它得到的是第几栏哦，它回来是第啊，就是数字哦，它不会给你是那个文字哦，哈、哦、，OK， 所以把它减掉3之后，哎，那不就一吗？那一向右填满之后的话呢，那不就1234？那向下的话呢，你想说向下会不会是4567891011？哎，不会，为什么？因为它只会参照到什么？参照它现在在哪一栏，它不会去参照到。 其他的资料，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哦，向右之后呢，1234，向下的话呢，可以是再加多少？下每下一列有没有？那5678，5的话相差多少？相差4嘛。那再下一个的话呢，应该是再加4，那就9，9101112，那再加4呢就13，有没有？以此类推。哎，那我要怎么样可以符合这个规则？就是每向下一列加上4的一倍。 2倍，有没有？这个是加8嘛，就是那个4的2倍嘛，对，乘以2嘛，哈、哦。那这个是4的3倍就乘以3。哎，那我要怎么可以做啊？这边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后面可以再加上4的几倍。那因为呢，有一个函数哦，它可以刚好做到哪一个函数叫 row，ROW，ROW的话呢，它就是所谓的那个列。 取得你现在在哪一列哦，小括弧一下。意思说我现在如果在第二列的话，哎，那我在第二列的话，我不要加4的倍数，所以把它先减掉。所以2它这个回来应该是2了哈，得到2第二列。那我把2后面呢，把它减掉2。为什么减掉2呢？因为先这一列哈，我不要加上4的，所以记得先减，先记得外面一定要先包一个小括弧。 那后面我只需要什么？再乘上4就可以了，4的几倍。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现在哈，假如我现在在第二列的话，那我减掉之后0，0乘上4就是不加的意思。可是我在第三列的时候有没有？3减掉2的话，那就1嘛。那1乘上4，哎，不就4的一倍啊？应该可以懂这个，这个很简单的数学公式啦。OK 哈，这也是我自己推敲出来的，哦，啊，当然，如果你假设有更好的方法，没关系，你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反正只要产生1到32的这个规则都 OK。所以哦，为了要产生1到32，那刚好我就是想到用 column 跟 row， 哎，这个好像还蛮好，所以打勾一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奇的事情来了，向右、向下，哎，1到32有没有就产生了。 OK， 哦，应该可以懂的了，所以哦，这个地方待会啊，第一件事情，先把这个表格给做出来，哦，1到32，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完成，好、哦、，OK， 应该可以知道吧？前面是指的是哪一栏？1到4栏，后面的话是加上向下啊、哦，要不要加4的几倍哦？4的倍数 ，OK 啊，所以以后的话啦，假如你有类似的应用的话，也可以如法炮制一下，哦，那再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刚刚的这个公式有没有不包含等号的部分把它剪下来，剪下来做什么呢？再插入刚刚的那个 index， 最近使用过 index 哈，然后一样的啊，就是 array 的话就是刚刚一样 B2 Ctrl Shift 向下到 B33，那差别是说把刚刚的公式啊直接贴到 row number 里面，就是这一串有没有？然后再来啊 column 的话就输入1就可以了，哦，这个时候如果按确定哈。 不过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待会我们需要什么向右向下，所以向右向下的话，那这个范围不能跑掉，因为向右的话哈，它会把 B 变成 C， 有没有？那如果向下的话，会把 2 变成 3， 会自动加1就对了。向右是栏加1，向下是列加1，所以不要让它跑掉怎么办？加钱。哎，加钱，所以全部都加，全部都加，最简单的方法哦，你就把它选起来之后按 F4 就是全部加。 OK 哈，所以哦，当然你另外一个方法啦，全部加钱也可以啦，就是栏跟列全部加，哦啊，可是比较快的方法，你可以按 F4 是全部加 ，OK 哈，好，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把它怎么样？哎，你会发现啊，得到的就是我们要的第一个，然后再向右，再向下。那篮宽不对的话，哈，你就可以把它怎么样？篮宽再调整一下，篮宽怎么调呢？选D到 G 有没有？那在中间的任何一条线快点两下，它就自动把篮宽调整到刚刚好。哎，所以你会发现哦，很快的就把 B 栏的资料快速呢。 就会放到它的每一个横向的指定的位置，OK， 不过现在还没有结束哦，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地方的后这个地方的前面哦，我要把它删掉，对吗？这些的前面，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把它删掉？最简单，哦，当然哦，也可以用很多方法啦，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哦，所以我重点回顾一下，一用这个 column 跟 row 哈，先组成1到32的表格。 再把这一个减下的这个公式哦，把它贴到哪里？贴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哈。所以刚刚第一步骤的公式就贴到这里，好，然后呢，上面部分记得要加上 F4， 那栏的话，因为只有一栏，所以呢，就是指定栏就可以了。好，那画面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哈。